一般的音乐会其实你很难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一起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音乐会里面你们有很多的解说，就不管是关于音乐或是关于音乐家，那你怎么样找到那个大小朋友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，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。请三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Zilia 音乐会里面的一个特色，除了来听音乐之外，他们还可以看得到什么，听到什么。可能大家都很害怕，觉得听音乐会，因为音乐会就是一个正襟危坐的，可是我们希望说用我们办这个的初心，就是希望用最简单的言语让大家不害怕听音乐，可以拉近爸爸妈妈跟小孩子的距离，就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希望大家来这边是属于感官能够开放的状态，你要用看的看剧场，除了声音听耳朵听到的音乐以外，以及听到的解说以外，你可以看看天空可能会发生什么。所以我记得我们去年跟大家解说的大调小调，大调就是很开心的，那小调就是有点哀伤的，但我们用讲对于小孩子来说有一点抽象，所以在我们当时的设定，我们就用很亮的灯光加上很多大家的微笑。可是当变小调的时候，我们除了音乐把灯调暗，整个营造一种气氛，还喷了一点干冰哦。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调小调。也许很多时候大家很习以为常的音调，可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 aware 原来它就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。平常的音乐会就是啊，一张一张椅子都摆好好，然后呢如果爸爸妈妈带小孩的话就会很担心啊，今天小孩会不会又有什么状况，会不会听到一半哭出来怎么办，或是讲话大声讲话也都不行。可是呢云门剧场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很放松的，我们是在地上摆了很多软垫，所以呢小朋友在听的时候呢摇来摇去啊，或者是说啊，有想要躺一下，其实都没关系，一开始就非常轻松。那我觉得这个气氛是别的地方没有的。在我们的节目的特色里面，轻松不在于只有在剧场内，剧场外也充满了轻松的气氛。在草地玩完之后就会很开心的进剧场去听音乐会，听完又很开心的回到草地上，然后大家其实就会像老朋友一样，还会跟我们打招呼啊，然后就是我觉得是那样子的感受，让我们觉得又有了努力再做下一步的动力。